哎，这首歌大家懂吗？啊，不是有太阳一直下。放下那些热血的回忆，回避是用来保护自己。在面具里，我的眼泪和微笑同时结冰，再也不行，甜美的爱情都在诠释了爱的宿命。你的浪漫热情傻到不行，走上了奇妙旅行，挡不住的太阳不管我抵抗，插在我胸口最暗的地方，比我欢迎的释放，慢慢把心解冻之后Amazing！ 刚才舞台剧大家还满意吗？满意。你觉得小师妹越来越厉害吗？会觉得我越来越厉害吗？好像声音不够。耶！啊，对，谢谢谢谢，因为最近呢。被抓走了。
节目进行到一半，然后希望炎亚纶很开心大家一直以来对这个睡不着音乐会的支持。我自己有很多的梦想，这是我梦想的小步，希望将来有更大的场地跟更大的秀，跟大家一起在一起创造其他的纪念日，好不好？我是一个很难念旧的人，大家都知道。可能记性太好了，所以不是一件好事情。但是有人记性真的是蛮差的，下一秒就忘记事情。不过，我希望大家能够把，嘿哟，希望大家能够把美好的事情记下来，把带给你成长的事情记下来，因为这些都是你人生很重要的收获。也是我很重要的收获，谢谢你们。好，各位没有人生。
所以大家每次都说我把成都跟四川还重庆的搞在一起，我没有，我搞不清楚的是我自己的行程，所以我不是没有，我不是没有搞清楚，是我自己不知道我要去哪里，好吧？李亚伦，好了，有一次我有出错，就那一次放过我吧。什么？很多次啊？乱讲。啊，我回去会恶补我的地理，好不好？接下来我要唱的歌是跟我的成长有关系，是哪方面的成长？是我爱情的成长。大家有看书了吗？那哭了，是哪一段哭了呢？在他那一段。亲情是不是？爱情是不是？还有什么？友情，自己。其实，好，你冷静一下。有写给你们的，没错。那其实都是要说呢。谢谢炎亚纶。带着大家成长，或是大家带着我成长，这件事情都很开心。谢谢你。在自己的人生的路途上更厉害，然后更知道怎么去面对一些困难。我爱你们。接下来一三首歌，希望大家会唱的跟我一起唱，好不好？世界说真话。
想。